我的室友来了。哎呀，什么情况都是大哥先来，大哥先来。你是我们本店的第二位客户，所以享有我们的优惠。优惠的就是可以点我们这四款产品：上海小笼包、奶黄包、豆沙包和三明治。我不要吃这个。有啥？还晕乎乎的。没有选择，只有这些。帮我煎四个蛋好不好？煎四十个蛋是吧？没问题。不要放那么多油，我来做。请问你要双面煎还是单面煎？啊，你能煎熟我就很高兴。哎，有鸡胸肉是吧？哥，有鸡胸肉，有鸡胸肉。那帮我煎四份鸡胸肉。四个蛋。明道哥，四份鸡胸肉。我来做。不要放那么多油啊。来，提一个。有吗？哦，有是吧？哦。来，来一个蛋。喂，大佬，糊了，大佬，因为你在搞什么？两个西巴蛋，盘子来了。不是厨长，你这锅不行，我怀疑不是你这怎么都粘锅了？可以的，下一个来。不用放油了啦。什么了？不放油的话，它会粘锅的。哎呦，我不要，我自己弄好不好？不要，这个就是点外卖了，这个就是你错误。但我跟你说，我轻易不出手的，因为我们是同一宿舍的人，一般都是我的助理来做这个事情。亲自来啊，好。哇，真的好，你看，哇哇哇，对，就把它当那个弄的东西，它看起来好像很贵一样。Cool， 哇，好棒！哇，好了好了，哇哇，好棒啊！这是你为自己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错，来。帮我端到我的桌上。哎，来了，哟，我的苏老师啊，我们的声乐老师苏老师来了，谢谢。这是您自己做的，谢谢。那么多人给我们做早餐啊？本来是我们俩，现在我们俩搞不定了。然后那个明道哥，那个是他自己做的，他受不了了，他自己解决的。明道是自己做的。我们都是自助餐啊，自己点完菜自己过来做。东哥，好多，你这都胡来。啊，不是，你这个品相真的是长得乱七八糟、啊。真的是。不，比明道那个好一点。叔叔，你这帽子我还有没有？给我一个。我借我戴。我觉得都是煎蛋的话，就不用洗锅了吧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咱们做好菜，因为少了帽子，知道吧？我戴了帽子绝对很好。继续来，来，冒烟，冒烟了。听说定，没烟了，你看。我的眼睛欺骗不了我。让我煎呀！呀，颠过来了。我吃吧，这个。我吃。哥呀，我爱你。这是吗？这是我2020年做的第一道。啊，第一道。这个应该不是吧？真的，谢谢哥。我喜欢。好感动啊！他吃掉了。OK 啊，我这个也 OK 啊。啊，滚了、哎，终于滚了这个汤来、啊、来。一定啊，比我幸福。啊！啊！啊啊你怎么？不要！这位爷，您想吃什么？我不吃，我不吃。